刚表在地企业家是每合到大白牛，各各界的利用准备了超过八十分的泥菜，要来进送给关庙区的绿色民众。当然是讲哦，大家当欢喜过年，嘛可以当延续七档来爱心行动，和社会更加温暖。有著工作人员将一箱搁一箱的泥菜，伫火车上一一搬来到公所头前。这是台南在地企业家每合了各界力量所来准备的泥菜，要来发送给关庙区来绿色民众，希望和大家都品尝到美味的泥菜。独居老人还是辛苦了，因为在乡下哈，年轻人总是在外面工作赚钱，所以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老人，不然就是幼小孩子。它、里面的内容就是一盒有五六道菜，哦，都统一的，然后再附加一盒的水果礼盒，哦，让每个独居老人哈能够跟一般正常人哈都能够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。你其实这真是连续七年来所来举办的爱心活动，不只是有大卖场所提供的泥菜，更是有一盒水果礼盒，总数嘛有87分。后面一位就是民众，也是讲独居老人，嘛有过年的气氛。谢董事长哈，结合我们警察分局的办事处哦，警察分局的办事处啊，以及我们家乐福哦，一个爱心的活动，大概有送出87分哦，独居老人的年菜哦，让他过个好年哦。因为哈，这疫情的关系哈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桌，没有办桌哦，改为哈送单一个年菜活动啊，所以哈也感谢企业的赞助哈，负起社会责任哦，有一个大家温暖的心。透过企业的善心活动，这几年来已经和超过500户的邻家受惠，未来也将会持续来善爱，和爱心和温暖的力量会当充满在里外之间。记者郭佳明关庙区采访报道。